家好，这里是 SL Software。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 AutoCount Cloud Payroll， 我们要管支付那个 commission 给员工。比如说我们是要分开付给员工的话呢，我们必须要怎样做呢？首先你可以来到这个 Payroll， Add Payroll Item， 那么你可以选三月份，比如说三月你是有付那个 commission 给 Congress 的，那么你可以来到这个选择它名字，你选你是选了三月份，然后你就选上 commission， 那么你就按下这个 Add New Row 的 button。来到这里呢，系统会给你选你是要跟薪水一起付，还是你要单单分开是 for commission。 我是要分把那个 commission 分开付的话呢，我就来到这个 payroll tab 选 commission， 然后这里是可以选写下这个 commission 咯，写下一下 description 这样子，然后呢你就可以把那个 amount 填在这里。 OK， 那么你就可以按下 save button。 比如说我只是要做给 Tom Cruise 而已， OK， 那么我已经完成了，我就来到一个 payroll， 你选择这个 process payroll 呢，然后你就选下这个 new payroll process， 过后你就可以选下 payroll tab， 然后你就按这下 commission，然后你就选那个 employee 咯，因为我只是单单要做给那个 Tom Cruise 而已，所以你就选上这里，然后我就按下 next button。 那么 system 也会这里输入它的那个 commission amount， 你就按 process。 那么系统上好了，你就可以按下那个 continue button。 OK， 你就会看到这里会有一个500块。 OK， 那么那个 money rate 是没有东西的， OK， 它是只是会出现这个500块。那么你要印出来之前呢，比如说你这500块它已经跟你去算了，它是必须要支付那个ETF 那些或者 PCB， 那说说 OK， 是 HRD 它是没有支付的话还是没有。比如说呢在这里你可以先看一下那个 PC， 就是比如说它那个 voucher 会是这样的那个 format， 在这里系统也会给你先预先看它的 result 啦，那么你就可以先 check 一轮，如果是没有错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是按下 commit all 的 button。 OK， 那么 for commission 支付的那个方法呢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